在尖沙咀码头凌晨一两点风势最犀利，企都企不稳，不过他们就很兴奋，平时做不到的姿势借助风力就做得到了。吹到披头散发，影张相做见证先。不过担遮似乎多余了一点。到底啲风有几劲呢？呢两个大学生话你知。我哋喺度吹风咯。因为我哋系嗰啲台风嘅发烧友嚟啊。65.7。我哋啱啱落到烈风程度啱啱。又送货工人要通宵送货。但系难度十足。我相信咧，唔使我讲，你都见到咧，依家出面情况好恶劣噶。咁咧，基本上依家系企唔稳啊。咁啊，啲雨打喺块面度咧，好似针咁痛噶。啱啱咧，我对鞋都俾大风咧吹走咗啦。咁我身都要向前倾斜啦，或者扎麻咧，先至可以企得稳。而在西环水位急涨，亦都有市民嚟记录风向同风速。好，先电视记者潘文良报道。